喂，老公，我到家了。嗯，今天晚上啊，给你做你最爱吃的人参炖牛鞭。好。哎呀，宝宝，我们先看会儿《狂飙》，再做饭吧。不好，有坏人，冷静，冷静。哎呀，好渴呀！这个送水的师傅怎么还没过来？我打个电话问问吧。喂，是送水的师傅吗？你好，这里是110报警中心。那个，我们家啊是在幸福小区5栋502的，我那个水怎么还没送过来呀？美女，你是不是遇到危险了呀？嗯，是的，我现在大着肚子也不方便，能帮忙把水送过来吗？保持冷静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好的，谢谢啊。美女，借点钱来花花呗。好的，大哥，你别伤害我跟孩子，我知道钱在哪，我去给你拿。大哥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少废话，住这么大的房子就这么一点钱？哦，对了，大哥，那个呀，是我老公给我买的手撕素肉，很好吃的，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，你趁热吃。嗯，这手撕素肉吃起来啊，香辣 Q 弹，有嚼劲，关键还能拉稀，味道真不错，一定不便宜吧？不贵的，大哥，这手撕素肉啊是采用东北优质大豆制作而成，有微辣和孜然两种口味，9.9元30包，还包邮呢。你要是喜欢吃，这些都给你。嗯，那还挺划算的嘛。哦，是送水的，应该是送水的。送水的？我帮你去拿。跟我走一趟吧，啊！